亲们，还在为十一去哪旅游发愁吗？农村豪华七日游开始报名了，旅游项目有砍玉米杆、掰玉米、除花生、刨红薯、捉蛐蛐、逮蚂蚁等，还包吃包住，单身的带上朋友体验下现实版跑男，已婚的带上孩子体验下现实版爸爸去哪儿。前十名预约还有豪华敞篷三轮车接送，只要80元，都抓紧时间报名啊！十一放假去哪不花钱，去哪不堵车，去哪能锻炼身体，去哪儿能体味童年的纯真和快乐？没有错，回家掰玉米棒子，赶快找个破衣裳烂褂子，回家掰棒子吧！乡亲们，不管你在深圳、上海还是北京，不管你拿的是苹果、华为还是三星，不管你是大姑娘还是小媳妇，不管在外面你是真牛逼还是吹牛逼，家里的玉米棒子熟了，都该回家掰玉米棒子了。